响应世界卫生组织531世界无烟日，花莲市卫生所特别在母亲节前夕举办了无烟日向烟 say goodbye 妇女癌症筛起来的活动，让社会大众可以关心自己的健康以及营造健康的生活形态。长照 2.0 让我照顾你，请拨打1966。吸食毒品为了响应世界卫生组织531世界无烟日活动，花莲市卫生所在5月13号母亲节的前夕办理531世界无烟日香烟 say goodbye 妇女癌症筛起来活动。现场除了巡回医疗车提供乳房摄影检查、子宫颈抹片检查和胸部 X 光之外，更包含了烟害防治、解酒、戒槟榔、艾滋病防治、 VC 肝宣导、结核病防治、预防注射、肠病毒宣导、妇婴照顾、长照、长者量六例、长照宣导、反毒反霸凌、健康活力站以及大肠癌筛检等等健康系列宣导活动。我们今天的活动是结合5月31世界无烟日还有明天的母亲节这两个概念，我们想要就是 办这个活动的结合。那因为母亲节我们要针对辛苦的妇女，所以我们会针对妇女的癌症筛检，比如说子宫颈抹片检查还有乳房摄影检查，就是在现场都有车子啊，只要带健保卡就可以来参与。好，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有针对花莲县的居民，只要是13岁以上都可以照胸部 X 光检查，那主要是要预防肺结核的传播。好，那现场的话，因为我们希望全家大小能够一起就是注重健康，所以现场我们有非常多的活动摊位，有针对妇幼的一些预防保健以及肠病毒的防治，那还有一些烟害、槟榔还有酒的防治的摊位，那都是有一些活动可以一起玩，好玩又有好礼可以拿。而活动当中，大汉技术学院也前来协助办理宣导活动。大汉技术学院企业管理系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耶、！今天有做乳房摄影跟子宫颈抹片的，有送我们大汉修理系的手工咖啡跟手工甜点哦。花莲市卫生所表示，期望透过各类健康促进的宣导，进而让社会大众更能够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营造健康生活的形态，打造无烟友善环境，保护妇女、青少年以及社区居民免于受烟之危害，降低居民的吸烟率。记者：江毅华社报道。